午安，观众，欢迎收看《大正先机》，我是魏国庆。今天大盘又是来回这样做震荡，在9000点之前还在震荡。哎，说真的哦，指数啊是来到了9000点，可是很多人心里面又开始害怕哈，哎呦，来到9000点了，哇，外资已经连买了20几天了，会不会开始要反手卖出？9000点已经来回震荡3天都没有站上去，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地方，说真的啦，哎，你看这个盘哈。或是你手上的股票哈，你会开始有点紧张哈。哎呦，这盘对不对？到底股票要不要卖？大盘是不是要回了？我跟各位讲，在9000附近呢，说真的，如果你的股票啊是已经大涨过一段，如果再讲一次各位，如果你的股票是已经大涨过一段，或者你的股票根本就在跌，那说真的啦，在这个地方哈，9000点过与不过，对于你来讲都是很危险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是。问题是，韦国庆各位啊，在节目上我在跟你讲一个重点。我说各位，目前因为目前今年来讲，景气好就是好嘛，所以各位啊，9000点是不是关卡一点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说，就算大盘来到9000点附近，可是问题是你手上的股票如果是才刚刚起涨的话，那我请问你，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现在有股票人最怕是怕你对我做过呀，你一只股票已经涨了一大段，你去追高，你会怕；不然就是现在还在跌，你已经被套住了，你当然会怕。但是我再讲一次，9000这个地方，不管大盘要不要震荡，但是如果你的股票是刚刚才起涨的话，那我相信啊，你抱这个股票，你一定抱得很安心，又觉得很安全，对不对？然后大涨，然后大赚。好，各位，那我就请问你了。以今天这种盘来讲，今天大盘又是在那边小红小黑跟你这样过一天了哈，但是今天涨停的股票依然涨停，而且各位重点是哦，在今天涨停的股票里面，哎，我说真的哈，有一档股票不是什么3亿5亿的小股本哦，不是那个一天只有什么成交500张、1000张那种股票哦，今天有一档股票叫做华雅科，它的股本400多亿。一天的成交量将近10万张，今天强势涨停，你有没有华雅科？你有没有华雅科？各位，每一天的股票，哎，对，要多涨停呢。但是如果说你去买那些一天成交不到个什么，一天不到500张、1000张的，那种什么3亿5亿小股本的，你报了你都会怕，我告诉你。但是今天华雅科开盘没多久就已经开始亮灯了。之后晃一晃就锁住了，这么强势的股票你有没有？如果说你没有的话，啊，你真的是好可惜耶。哎，华雅科也不是像其他那种什么300、500块，什么什么什么汉维科已经700多了，什么基亚300多了，贵，你去买高价股你也会怕。华雅，各位，华雅科今天涨停板才28.5块，哎，你买这种股票你怕什么？我问你。但是各位，但是重点是，当今天华雅科涨停的时候。你手上有没有华雅科？华雅科今天不但涨停，还已经，各位哦，已经过了不知道几年的新高了。好，跟各位重点是，如果你手上没有华雅科的话，我请问你，上个礼拜五，就在上个礼拜五，我的节目你看了没有？全市场上只有韦国庆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，在节目上我在跟你讲，我说各位哦，有一档股票，有一档股票突破了3个月的整理区，因为目前 DRAM 的市况非常非常的热，这只股票准备开始要大涨，有没有？各位，倒不来，再近一点来，华雅科哈，各位，这是到上个礼拜五，当今天华雅科哇强势涨停的时候，吼，好厉害哦，轰动全世界，轰动全台湾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今天涨停板呢？华雅科，400各位啊，不是什么3亿5亿的小股票，今天成交量10万多张，嗯，那各位啊，问题是在他今天涨停的时候，不过在前一天上个礼拜五，就在上个礼拜五那一天，在节目上我有没有跟你公开讲？说各位，你注意哦。对，有一档股票哦，啊，各位，不过当然上个礼拜五哈，我是请导播尽量只照这个框里面，我是没有秀出那个股票名称，但是各位问题是这个地方你都看到了，我说各位有一档 DRAM 的股票，嗯，股价刚刚突破了3个月的整理的上面那个压力线，准备开始要大涨，有没有？
上礼拜五讲完之后，今天果然爆，各位一天马上现赚一根涨停板啊！各位，真是快乐，真是快乐。你手上有没有华雅科？没有，你一定没有。因为当韦国庆每一次我在跟你讲一档强势股，我说过哦，韦国庆呢，我跟别人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，我不用拿了哈，一涨什么啊，已经大涨一段的股票，跟你说，你看这股票好强好强好强。韦国庆我要讲的股票，都是一档标股，真正在底部开始要起来的时候，我在节目上我一定会公开，我一定会预告给你。但是问题是，如果每一次我在跟你讲的东西，你跟不上我的脚步的话，那各位加拍谁？你就一档一档的标股，你就一档一档去漏掉吧。各位，当今天华雅科涨停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你真的觉得很遗憾。才二，我讲过嘛，大盘在9000点，对不对？很多人怕这个盘要跌。我说各位，问题是你报一个20几块的华雅科，你在怕什么？我问你。好，各位啊，时间关系我先不多讲。所以魏老师真的假的？哇，今天涨停板，哎，你上礼拜五真的有讲吗？哦，你不要来放马后炮，我怎样怎样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，如果上个礼拜五，甚至连礼拜六、礼拜天，连续3天的时间，你都没有看过我节目的话，没关系，打个方法 VCR， 我画这样你看够清楚了哈，各位啊，整理了3个月，到了今天啊，已经站上去压力线之上，所以各位啊，突破3个月的整理区哦，而且各位 ，DRAM 对不对？最近的市况价格相当相当的好哦，所以各位，这是一档准备开始要起涨的股票。我知道贵不贵哦，我今天会告诉你什么股票开始要起涨。但如果说啊，每一次我在讲什么股票起涨是你不听的话，到时候大涨一段，哼，后悔的是你啊。各位，上礼拜五对不对？突破3个月的整理区啊，准备开始要大涨。DRAM 的市况很热络，各位啊。已经给你讲得非常非常的明显，但是问题是，对啊，韦国庆的会员啊，那些新的会员对不对？人家上个礼拜五有跟紧脚步的，哇，上礼拜五进去买了以后，今天是全台湾股市里面最快乐的投资人。啊，问题是你呢？你呢？嗯？所以啊，各位啊，强势涨停，强势涨停。我说过了，各位，华雅科不是那个什么3亿5亿那种小股票，也不是一天怎么成交500张1000张，今天成交了10万多张。有价有量，你随时要买你都买得到，你随时要卖你也卖得掉。我说韦国庆，我不做跟你做那种什么投机小股票，嗯，好，华雅科对不对？各位，为什么今天强势涨停？第一个，今年第一季跟最近的这个3月份，各位哦，第一季营收也好，3月份也好，各位，华雅科出来的营收报告啊，都比原来预估的还要更好。但是这个还没什么了不起，重点是各位，你晓不晓得？各位啊 ，DDR3 的，那个2GB 的那个 DRAM 啊，现货价格哦，各位上个礼拜光是礼拜四、礼拜五才2天的时间，现货价格涨了1层呢，好恐怖！各位 ，DRAM 价格是用飙的，你知道吗？光2天，现货 DRAM 价格涨了10%，而且各位。就是因为最近现货价格一直在往上飙，所以各位哦，华雅科它跟美光哈最近要打新的合约，哇，那不得了了，各位你知不知道？现在外资已经有估出来，各位华雅科哈，你知道它现在 DRAM 的毛利有多高吗？已经来到将近45%到50%。各位，我请问你，现在电子股对不对？有几家公司的毛利可以达到45%以上？华雅科有哎，你不要看这种大股本，所以各位。所有的利多消息，倒过来，各位，所有的利多消息，真的是全部贵哦，全部集于一身。毛利有多高，现货价格狂涨，合约价调高，甚至各位，甚至很多人反而预估，哎，他今天光第一季，哎，已经赚超过1.5块，好恐怖，股价涨成这个样子。问题是，我上礼拜我在跟你讲的时候，各位，你有在听我跟你讲什么吗？你有跟紧脚步吗？这才是重点。而且各位，我说过哦。韦国庆，我跟你讲的股票，我要带会员做的股票，绝对不是那什么涨了一大段以后在那边好小啊什么对，每个人都有哦，对不对？对，韦国庆，我替会员找的股票，我都是尽量找在起涨点的股票，然后基本面非常非常的好，起码或者是起码基本面是有转机的。所以我讲各位啊，对不对？你说真的嘛？你现在想想看，对不对？我跟我师讲过嘛，像你现在如果上个礼拜五啊，华雅科对不对？才刚刚突破3月的整理区，才刚刚上去。我请问你，这跟大盘9000点有没有什么关系？对啊，所以我跟各位讲，报这种股票你才觉得安全嘛，你管它9000点震不震荡。
但如果说你现在，我再讲这个，问你，如果说你现在手上的股票是已经大涨过一段，甚至现在股价在跌的，那你越抱越害怕，不是吗？我说各位，说真的啦，选标股是来个谁能跟我比啊？而且各位，你不要说华雅科，我上礼拜五对不对？教会你进去做，我在今天上午还跟你讲这个东西，跟预告华雅科准备要大涨。会啊，好，一档对不对？你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，那各位，上礼拜五啊，因为刚好最近我在这个地方，我选了两档股票。好，一档呢就是华雅科，那各位，另外一档我也是上礼拜我讲过了，各位，是一档太阳能的股票，导播请照框内。那各位，今天呢也开始，各位，今天已经开始涨第二根哦，而且各位，重点是一样，在上个礼拜五，波段刚刚转多的，刚刚出现买讯，导播请照框内哈。各位，这上礼拜五哎，对吧？上礼拜五在节目上，除了华雅科之外，我就给你讲了这一档。我说各位，这是个太阳能的股票。之前对不对？你自己看各位哦，在微信的电脑的电脑系统里面啊，对不对？波段出现买讯大涨一段，重点是这一次经过了三个月的拉回整理之后，上个礼拜五又出现了新的波段买讯。对啊，我给你预告完之后，哎，今天一样不负众望，马上啊，就在一根中长红给你看，各位新标股哦，我讲各位，韦国庆我做股票，我一定尽量都买在底部在起涨的股票，买到这种股票，我请问你跟大盘9000点震不震荡有什么关系？所以各位抱着心安啊，就好好的赚他一大波吧，而且各位。一样哦，上礼拜五在节目上，韦国庆有没有做预告？请到放到 VCR。这个是个太阳能的股票，太阳能股票哦，一样各位啊，整理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哈，修正好深一波，到了今天出现了新的波段买点哦。你看每一次各位哈，出现波段买点之后大涨一波，那各位这一次也是一样，各位啊。到上个礼拜为止，各位，我选了两档新股票让会员进去做，一档是华雅科，另外各位这一档，我到今天我还不打算公布这是哪一档。我说过了，各位哈，你想赚大钱呢，你脚步就跟紧一点。上个礼拜五，对不对？刚刚跟你预告，也会华科一样，华雅科也跟你预告完之后，那各位到了今天，马上也是一样，半根多的涨幅就出来了。而且各位，我说真的啦，看到这种现形哈，大概不用我讲，你都知道。这个股票对不对？准备开始要大涨，一个新标股。因为通常每一年哈，从第二季开始到整个下半年呢，一般来讲也是就算是太阳能的旺季了，一年当中都是在这个地方。而且各位重点是，现在包含像日本跟中国大陆啊，尤其各位日本对不对？因为自从福岛核能电厂出事情以后，各位你知道吗？日本政府它有一个将近一个十年的一个长期的太阳能计划，每一年它太阳能的需求量啊，几乎都是 double 这样在翻的。好了，因为时间关系啊，我。很多东西我没有时间跟你讲，但是各位重点是，上个礼拜我跟你预告的两只股票，一档华雅科今天马上涨停给你看，各位这档对不对？今天一样涨了半根多涨停板。各位，如果说我跟你讲各位啊，如果说啊今天你还不跟紧脚步的话，哦，那好吧，那各位啊，你不要等股票都大涨一段以后哈，人家跟你后悔，人家说哎呀没跟上后悔。9000点这个地方，你能够抱住刚刚起涨的股票。准备要大标的股票，你当然不用紧张。最怕的是你的股票现在开始在跌，那你就紧张的不得了。所以各位，韦国庆我在讲这个呀，每一波，对不对？选标股啊，各位啊，韦国庆每天我花那么多的时间，我兢兢业业的从基本面、从技术面去挑这些股票。而且各位你自己看，不要说各位换一个这些人，哎，上权你还有印象吗？把我先拉远一点，各位上权对不对？各位啊，这一波。导播看到被字挡到，再远一点，价位被挡到了。好，各位还记得上权吗？打从24块多这个地方波段翻多之后，到今天40几块钱还没有波段卖讯。但这个当然各位啊、哦，上权我已经获利了结到一部分，把它转到啊华雅科那边去了。但这个问题我已经上权了，我还叫会员留了一部分，因为毕竟对不对，波段卖讯还没有出来，而且基本面还不错啊。最贵哦，这张股票我获利了结一部分，我留了一部分，等它最后出现波段卖讯再一起调掉。各位，
上权呢，从20几块到现在40几，已经涨了快一倍了呢。啊，各位，我对我来讲，我只等有卖出讯号就好。各位，什么叫做卖出讯号？你懂吗？更早之前，记得各位啊，前一波是鬼，我有钱，对不对？我不是叫会员买新世纪吗？各位，新世纪打从波段从14块多这个地方，我的电脑出现买讯之后，终于在上个礼拜，在24块这个地方出现了波段卖讯。各位，一样几乎涨了快一倍，几乎涨了快一倍。而且各位，重点是对不对？我说过，任何一档股票你能够买在波段起涨点，要靠什么东西？各位，靠我的电脑。各位啊，1500多只股票，每一档股票的波段的起涨点跟卖出点，各位，我电脑算得清清楚楚啊。且任何一只股票，一旦有波段的买一点之后，对不对？我查它的基本面有没有大涨的条件。但是重点，各位，尤其重点是，当到了波段卖出点的时候，我跟各位讲，做股票啊，最重要的是不但要会买，更要会卖。各位，这个道理不用我讲，大家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但这个问题是各位问题是你呢？你做股票啊，就是啊，各位，你经常在你不知道在底部买股票，到了高档你也不知道该卖。所以各位，什么样的股票是该全部获利了结一趟？什么样的股票我还续报一部分，等它波段卖讯出来就好了。然后对不对？涨多的股票或是有卖讯的股票啊，获利了结之后把钱抽出来，那各位哦，就去到那些重新开始要起涨的股票。所以各位，这是为什么上个礼拜五，对不对？终于找到了，哎呦，华亚科啊，在整个的价位上刚刚突破了3个月的整理区。那各位，上个礼拜五就是我介入最好的时间，介入完之后，今天华亚科，对不对？熊熊啊，嘣就一只涨停板。我跟各位讲，华亚科的涨停呢、啊，绝对比那个什么那种小投机股的涨停呢、啊，我跟你讲各位，更值得人高兴。所以各位，你看呢，对不对？什么样的股票，对。什么样的股票，哪里该买，哪里该卖，清清楚楚。什么样的股票已经大涨一波了，但是要不要全部卖掉，还不用，因为对不对？还没有出现卖讯，但是我已经获利了解掉一部分，因为我要转入新的起涨的股票。那么对不对？各位，上礼拜各位啊，那就是华亚科了，到今天对不对？熊熊啊，一根涨停板。再来就是那档绿，再来就是那档啊，太阳能的股票。那各位啊、哦。做股票要像魏国庆这样做，你才能够真正享受到赚钱的乐趣。底部买股票，大标一段，对不对？到什么地方有波段卖讯，把它卖掉。各位，有进有出，有进有出，这样子。我说各位，这样才叫做真正叫做做股票赚大钱呢。很多人，你做股票你是凹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你在怕9000点？因为你的股票现在是弱势股，或者不然你已经被套住了，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你开始紧张。好，各位哦，今天呢、啊、还是一句话，各位哦哈。今天华亚科的涨停呢、啊，让我觉得我真的非常的高兴。好，各位，如果说啊，你又漏掉这个东西的话，各位今天，我再破例开放一次，各位啊，一次体验的机会，各位你非要好，各位啊，你一定要好好把握的机会了。不管是华亚科也好，不管是那档新的太阳能股票都好，我跟各位讲，我在给你机会的时候，各位请你好好的把握，不要到大涨一段以后，我来给你放重播带，你开始后悔。各位，把握今天的好时间，赶快把握今天体验的机会。好了，各位哦，那除这个之外，还有什么股票的强？还有什么股票需要注意的？下一段再说。士林水岸民宅轻松入住，集美建设豪宅推手，信义规格一次拥有，即将圆满销售，把握收藏机会。集美悦和65至74平五字头惊喜价，压轴倒数88113389。伟世先机操盘系统2014云端版，箭头加大户指标，掌握期货多空转折，集中火力精选强股，买卖点加码点，期货操作电脑版、手机版一手掌握。震撼推出体验计划，现来电前10名。立即拨永诚投顾入会专线02-2561-3336，2561-3336。伟世先机操盘系统2014云端版，箭头加大户指标，掌握期货多空转折，
集中火力精选强股，买卖点加码点，期货操作电脑版手机版一手掌握。震撼推出体验计划，现来电前十名，立即拨永诚投顾入会专线02-2561-33362561-3336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爸爸，欧派亲密窗专利富文式导块，实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亲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白用。最气听，先用气听五分钟。各位啊，我不晓得你过去你做股票以来，你是不是真的呀有享受过那种飙股大赚一段的乐趣？很多人做股票抓不到股票的起涨点，也抓不到股票的卖出点，这是最可惜。鬼子，我想这也是你做股票，不管你做的对久，不管做了多久，你最遗憾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各位，问题是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微信的节目你看了以后，各位你都知道说，哎呀，韦老师对不对？总是能够在起涨点的地方能够找到一档股票的起涨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说过，1500只股票在我的电脑里面，每一只股票的买卖点、卖点、卖点，我都算得清清楚楚啊。前一波啊，我买的新世纪，到24块这个地方出现卖讯，各位涨了快一倍啊。我说各位，做这种股票你要飙股大赚有什么困难？而且各位，我说过了，我的股票，各位啊，有价都有量，打不来。放大一点，各位哈，新世纪对不对？在这一波大涨的过程当中，各位哈，每一天动辄的成交量都是一万多张、2万张呢。等我放到这边来看这个地方，各位啊，不是什么一天什么500张、1000张的那种股票，各位大涨对不对？动辄都是一万张、2万张，随时你要进要出哈，各位啊，轻轻松松的。新世纪有了波段卖讯，全部获利了结一趟。上权涨了一大波。我已经获利了结掉一部分了，我留一部分等它的卖讯吧。各位，上权也是一样，你不要看股本6亿多，哎，大涨的这一波，各位哦，每天的成交量动辄对不对，都是4000-5000张以上，5000-6000张以上，都是有量的，好进好出，哎，你要买有价有量，随时都买得到。好，各位，这种股票对不对？对我来讲的话，我留一部分等着它破断卖讯，然后各位把获利了结的钱，把赚到的钱重新。介入哈，真正开始准备要起涨的股票，上礼拜五跟你预告了华亚科，今天对不对？动，就第一根啊涨停板就上去了。那你各位，时间关系，各位基本面我不再讲了，我跟你讲了很多了哈。它的营收超乎预期，它的毛利达到将近50%，目前哈 DDR3 2G 那个2GB 的那个现货价狂涨，这样的贵了。时间关系我不跟你多讲。那各位，华亚科对不对？你看之前把上权、把新世纪赚到的钱，重新投入真正起涨的股票。而且各位，除了华亚科之外，倒不这档一样哈，照框内了哈。各位，一样对不对？除了华亚科之外，这档啊太阳能的股票啊，一样上礼拜我给你做预告的，然后今天开始一样嘛，已经半根多涨停板了。那各位啊，好好的把握，把握，把握吧，把握吧，把握吧。在9000点这个地方，你只要能够买到真正起涨的股票，真正好基本面好的股票，各位9000点怕什么呢？各位只怕对不对？在这个地方，你没有办法像韦国庆这样子跳到那种起涨型的标股，你的股票在那个地方要跌不跌那个样子，不然就是已经被套住了，你当然会害怕。所以各位哦，今天我在讲的各位哦，今天韦国庆我再开放一次，各位体验，各位体验的机会，今天啊电话进来的前十名，各位给你最好的体验 ，OK？ 各位哦，把握机会。要赚钱，就要懂得买在起涨点买标股。今天到此，谢谢各位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
我是李嘉诚，我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国家，在世界上只有少数的国家有这种样子的全民保险，许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，像是有干净的水喝，有衣服可以穿，在许多贫穷的国家，这些都是遥不可及的，更别说医疗照顾。请珍惜台湾健保，健保有你真好。韦氏先机操盘系统，2014云端版，箭头加大户指标，掌握期货多空转折，集中火力精选强股，买卖点加码点，期货操作电脑版、手机版一手掌握。震撼推出体验计划，现来电前十名，立即拨永诚投顾入会专线02-2561-33362561-3336。韦氏先机操盘系统，2014云端版，箭头加大户指标，掌握期货多空转折，集中火力精选强股，买卖点加码点，期货操作电脑版、手机版一手掌握。震撼推出体验计划，现来电前十名，立即拨永诚投顾入会专线02-2561-33362561-3336。运动员是台湾的骄傲，政府的请力支援仍然有限，他们需要你我更多的支持。向上推进的每一寸都有你我的一份力量，企业赞助，体育永固，每天让自己开心是一个必要的理由，开心的距离存在从容的节拍之间，走到最爱的第三节车厢只要21秒，走了100米的犒赏，相遇让距离没有距离，签数让美好靠你最近，红竹签数02-2628-3555